Hello，大家好啊，我系宾臣啊，今日10月23号星期四，今日同大家讲翻上一周英超同埋欧联嘅球战报啦。咁啊，星期六嘅赛事，咁啊，因为啱啱嗰一晚咧就去咗朋友嘅饮宴，咁就冇睇到波。咁咧就我都系只有睇翻啲精华片段嘅啫。咁但系都可以同大家讲翻几场重要嘅赛事啦。第一就曼城4-1赢咗热刺啦，咁另外。值得提嘅修咸顿咧就8-0赢咗斯特拉，但系失望少少咧就是阿仙奴啦，又和波2-2和咗呢个曼城，仲要主场失分添。咁啊，先讲热刺嗰场先啦。其实我自己本人都系热刺嘅 fans 嚟嘅。順帶一提，而家大家睇到个画面其实就有啲意义嘅，咁啊，即系一路睇，唔系我一路讲嘢嘅时候有啲片段俾大家睇下啦。咁其实我自己都净系。90%都系用热刺嚟踢啲season 或者 match 咁样嘅，咁啊，从几时开始留意热刺嘅咧？咁其实我个人都捧热刺嗰阵时就系啱啱摩迪嚟到英超，其实摩迪咧可以话系世界上都算几顶级嘅中场球员啦，佢比较创造力啊，同埋啲比波啊、防守啊都非常之令人出乎意料之外嘅，咁所以当初就迷摩迪咧，所以先至去捧热刺嘅，可惜啦，佢甚至乎之后嘅巴尔都好啦，都先后离开咗热刺去咗皇马，咁相对地。換翻嚟都唔少錢啦，巴爾甚至乎摩迪嗰度咧，其實加埋一成1-多，咁但係投放翻嚟換翻嚟嘅球員咧，都未個化學作用並唔係話太大，咁可能真係球隊教練買教練做大主席啦，買球員嗰陣時咧就唔係話太融入到球隊啊，甚至乎教練嘅部署入邊咁。以至咁多年嚟咧，都未仲未可以排到喺英超聯賽榜上面嘅阿仙奴再較前嘅位置。咁啊，甚至乎有一兩季其實幾唔抵嘅，臨尾嗰一兩周咧先至甩拖俾阿仙奴排翻轉頭咁樣。不過講翻場波先啦，咁其實4-1呢場賽事中間有3個都係12碼，其實都Big4 對碰咧，其實熱刺咧多數都係輸嘅，輸俾利物浦啊、車仔啊、曼城啊，其實都好大手交易咁輸嘅。咁樣其實其實中間換過幾個教練都好啦。咁啊，熱刺第一就當然防守力唔算話非常好啊，中堅方面，即使係之前多津啊、華湯根或者譯做維頓湯都好啦。甚至卡布爾咧，佢哋嘅速度始終都唔算話非常之快，經驗都夠嘅，但係佢哋嘅好中意壓上嚟攻咧，就唔係話太中意一啲保守嘅打法咧，令到呢幾位中堅其實就幾難去應對對方啲好高速嘅反擊啊，甚至乎一啲唔好速度高嘅防守啊，咁樣譬如話對你個好對曼城都好啦，都俾阿古魯劉維斯啊，甚至乎嗰啲速度力自己大啲啲啊，一動都冇，加上左右二集助攻力都可以，所以上咗咧就翻唔到嚟啦。咁就幾年單槍一樣嘢咧，就係今屆如果都再冇歐聯嘅資格咧，可能令到唔少陣中嘅球員咧會出現呢個疑心嘅。咁其實上年都講過啦，羅列斯話如果冇歐聯嘅話，可能都會尋求其他出路啦。咁去對陣中嘅最多人候嘅，一定係艾力神啦，甚至乎林美拉啊、華湯根啊。呢啲球員咧都唔少人唔少球隊咧有想去再招攬佢嘅，咁其他 Big4 球隊，譬如話最中意買人嗰啲咧，曼城啊、利物浦啊呢啲都可能會想買呢個艾力神。咁如果一隊球隊咁多年擺咁多錢落去都冇歐聯資格咧，確實有機會令到一啲陣中嘅重要球員咧相繼離隊。咁呢個就我比較擔心嘅。咁如果真係每次對真逼科球隊都係
被人大炒嗰球都好難話，你有資格可以打到入前四啦。咁另外一邊雙啦，咁啊另一隊真係被人拆骨嘅修咸頓，咁啊走咗芬特雷斯啊、拉蘭啊、麥奇林德啊，甚至乎嗰個叫即係土司皮應該都係走咗嘅。咁買咗另外一個叫做 Pele 俾你，我唔知譯名係咩啦。翻嚟其實就反而咧成績就 keep 得到喎，而家仲排緊第三，16分，只係落後咗曼城一分啫。咁就叫做俾人拆骨咗之後咧，又可以再重新嘅一個球隊八比零嘅新發揚，都係近幾年好少見嘅一面倒嘅賽果嚟。咁另外巴斯圖方面咧就令人擔心少少啦。咁樣因為2-2呢個賽果，總之係主場。咁其實今季咧八場波亞斯已經贏咗五場啦。買咗亞斯參尼士翻嚟啦，其實都應該啱贏嘅，但係最主要問題就係、正中鋒個方面就基奧特別傷咗啦，買咗阿偉達帝翻嚟。咁但係把能力上面咧，甚至我可以話卡士上面咧都唔夠呢個機會特嚟啦，咁甚至乎文家咧就將佢擺喺正中鋒做，同曼聯方面就好大出入嘅，咁可能就都知道佢做高難度其實就唔算話特別好，咁啊寧願去中間做一個純粹堅持上嚟咁個位嘅球員啦，但可惜嘅效果非常之同基奧特可能正選前鋒咧，就都仲有一段距離。咁另外到星期日嘅賽事咧，咁啊 QPR 就輸咗俾利物浦啊。雖然睇落圖好合理呢個賽果，但係睇翻啲精華片段咧，咁其實攻門次數啊、威脅度咧，可以話係利物浦比較係高啲添嘅。QPR 咧比較多攻門威脅過利物浦添嘅。咁啊，利物浦，因為我比較意外就係 QPR， 我睇過兩三場波咧，可以話垃圾都不得了嘅。我唔知道今場有冇改進啦，但係竟然可以逼到利物浦臨尾嗰刻先至可以絕地反勝，仲要靠烏林波。咁啊，其實之前買咗巴勒迪利翻嚟，我都有啲憧憬一下嘅。咁睇下會唔會話彌補到蘇亞雷斯的離隊啦，咁但係冇咗蘇亞雷斯，咁史杜自從養傷緊之後咧，靠史達靈一個，咁啊打唔翻上季咧，用呢個速度去 destroy 對方嘅球隊防線呢樣嘢咧，就完全係做唔到嘅。咁樣睇下另外一位前鋒阿麥奇林伯咧表現。睇佢打正選咧，甚至乎我可以話比巴洛特利更加差添嘅。咁要睇翻跟住落嚟會唔會身體確認出咗事，入錯貨中一伏嘅話，每冬季市場再買入其他前鋒啦。咁啊，講翻琴晚呢兩晚嘅歐聯賽果啦。咁其實都星期二嗰晚咧。就非常之大嘅啲賽果都咁啊，羅馬又輸7-1啦，咁啊車仔贏6-0。另外仲有薩克達又贏0-7。但係咧比較意外一啲就係莫斯科中央陸軍又2-2和逼和咗呢個曼城嘅，咁啊先領先兩球之下又俾人逼和翻，咁啊曼城其實連續。今年第三年啦，之前兩年喺歐聯賽事咧就兩年嘅三年我唔記得，總之就未試過喺小歐聯小組咧出咗事打16場嘅。咁今年咧踢咗3場，其實都未開齋。雖然話同組有拜仁啦，但如果你認為自己有實力可以贏到歐聯冠軍嘅話，咁其實唔應該當拜仁一個。好大嘅威脅，因為另外嗰兩隊波其實都唔算話有羅馬啦，甚至乎莫斯科都唔算話太難打。即係羅馬依家其實都前面贏咗好耐啦。咁曼城雖然話莫斯科係魔鬼主場啦，咁都唔應該係一個藉口啦。咁
另外到昨晚利物浦呢输埋俾皇马零比三嘅半场嘅时候，就已经唔可以话系皇马终于打破历史啦。之前都未赢过，呢个叫做利物浦啊，咁叫做一抱乌气啦。咁另外有啲球队都少见啲喎，咁啊马体会五比零赢呢个马毛，咁呢个马毛究竟系嚟自边个国家球队咧？我真系未听过，第一次亮相嘅啫。咁另外，爆冷嘅奥兰比亚高斯咧，一比零赢咗祖云达斯嘅，咁其他赛果都叫做相对上比较正路一啲啊。嚟紧呢个星期咧就不得了，星期六12点啊，西班牙国家打比，咁啊皇马主场咧就喺班拿布迎战呢个巴塞罗那嘅。咁啊，近几年咧，其实啲西班牙赛事咧都好 user friendly 啦，咁啊早咗开波，咁12点，咁唔使大家挨咁夜啦眼瞓。咁啊，皇马方面啦，咁啊主场迎战巴塞，但系咧同花总咧就冇咗一只11，咁啊冇一只积，咁啊巴尔就伤咗，咁就之前咧肥安就用詹姆斯罗迪古斯打翻个右路，都系左脚仔啊，咁中间就用翻伊斯高咧去做翻个4-3-1中间个进攻中场嘅，咁样效果就你问我，我觉得对巴塞嘅冇巴尔其实个影响都几大下，因为以往咧对巴塞咧都系用一个稳手突击嘅方法嘅，靠斯朗同埋巴爾兩翼齊飛咧，叫做對巴塞其實都幾頭痛嘅，因為其實巴塞嘅後防球員速度上就一定蝕曬俾你兩個跑得咁跑得嘅球員嘅。咁唔係話詹姆斯利古斯慢啦，但係相對地咧，佢一定慢過巴爾噶啦。咁睇翻相對地冇咗一隻快翼，可能就對於皇馬嚟講比較蝕張啲啦。咁而巴塞方面咧，蘇亞雷斯應該就今場波有機會可以上到陣嘅，坐完波間啦。咁唔知正選正作客啦，但係如果真係出場嘅話咧，有機會睇到尼馬加美斯再加蘇亞雷斯依三個好得人驚嘅組合啦，因為每一個球員其實你都唔可能話自己可以溫按溫就可以搞得掂呢幾個球員嘅，都需要其他防守球員去做一個聯防啊，先至可以搞得掂嘅。咁啊，尤其是蘇亞雷斯，因為第一次嚟到西甲西甲呢邊啦，咁皇馬其實都未正式體驗過，當然佢會睇個研究個錄影帶啦，但係未正式對賽過咧，可能會係一個幾大嘅變數都唔定。咁而另一邊雙英超12点咧，星期日12点就曼聯主場對車路士嘅，咁叫做曼聯第一場惡戰啦。咁因為之前嘅對手相對上都係中下游啦，但係都失分喎。八場賽事咧3-3-2負，排緊第六，好似好好咁。但係之前輸咗俾里斯特城啊，和咗新特蘭啊呢啲球隊咧。其實都作為一隊爭取前四球隊，其實呢啲賽事應該係要攞曬三分咧，先至比較安全一啲嘅。咁而相對地，車路士今季非常之 fit 啦，有個哥斯達同埋費利加斯加盟之後，唔知道雲高爾會唔會對住車路士咧，都係用一貫車仔的對手的作風啦，就全部擺大巴咁做翻個穩手突擊，希望用啲高速嘅球員啦，譬如話迪馬利啊，甚至乎係華倫西亞咧去用做一個穩手突擊，希望用速度咧去睇下會唔會有啲甜頭係翻到嚟嘅。但係個人認為曼聯可能都大家俾人睇淡嗰隊啦，雖然其中一個變數咧就係曼聯唔需要踢歐聯賽事。應該話想踢都冇得踢啦，會唔會體能上面咧，其中一個優勢之處會係一個變數咧？咁到期時大家拭目以待啦。咁今日就到此為止。咁如果有任何 comment 嘅，可以隨時留言喺 YouTube channel 啊，或者係 Facebook 嘅 fan page 嘅。咁唔該曬大家，咁係咁先，拜拜。